别断了线，请留下再深一点点。你的微笑太甜，让我不停思念。不在乎距离多遥远，不管用多久的时间，爱是走出关键，我决定勇敢去冒险。要奋力向前，要飞到你身边，电力充满不停歇，只为你的出现。穿越黑夜白天，我们不怕所有的考验。爱就是童话的翅膀，开启飞翔梦境不变的关键。新疆，你刚说粉丝很听偶像的话，那粉丝应该更怕在偶像面前丢脸。那还用问？太好了，王子浩，你总算有机会对我有点贡献。干爹，谢谢你帮我保守秘密哦。如果我爸妈知道我没有工作，一定会很担心。可是担心于事无补啊，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你还需要工作吧？嗯，我看你反应蛮快，到我公司上班，马上可以上手。我听妙公说，干爹做的是金融业，金融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不能拿不懂的事来坑干爹。我要你做的是业务，业务的沟通技巧比金融概念重要。不好啦，不好不好。哎呦，这年头底薪40000都请不到人哦。40000？业绩超前还有奖金。之前有员工一个月领多少？也不多了，一个月50几万吧。50几万？干爹，如果是做业务的话，我相信我应该可以胜任。明天正式上班。明天哦，可以耶。不好意思、啊，该不会又是谁打来讨债吧？你先接啊。哦。喂。请问是浩家族会长幼童小姐吗？我是小胖的助理。小胖怎么是我助理啊？我是新来的。哦，我就是。哦，你好，你好，你好。浩哥 MV 明天要重拍。哦，我知道，上次他拍的不满意嘛。明天我们缺个女配角，不知道为什么浩哥指定。女配角。为什么是我啊？我也不知道啊。我是新来的，没关系啦。如果你没空的话，我找别人好了。我可以，我可以。那，请问是什么时间啊？明天早上10点，上次拍片的树林。好，我一定准时到。你到了记得打指示电话给我，你的通告由我负责。哦，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明天见。看我这死，真真死！老公找我演女配角，哎，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机会。干爹，后天再正式上班好吗？不行。如果不行的话，我只好放弃这次的机会。跟我儿子一个一样。神明不是说了吗？本是一家亲，小不忍则乱大谋。
嘿，好，看在你是干女儿的份上，后天正式上班。谢谢干爹，你真是我的贵人呢。动起来，动起来！哪里说工人好，动得快点啊！哎，孙凡，你还不赶快去换衣服啊？你看那威亚还有得等呢。我先看新人来没？哎，看什么看啊？看到也要装不熟，别打招呼啊！哎，没办法，你知道规矩的。什么规矩啊？难过了吧？早告诉你婶婶的嘛。哎，鬼要来干什么啊？搞那么久啊？我们刚刚看你前几天拍的特技镜头，想不到你还会掉钢丝，应该很辛苦吧？还好，其实那天的动作并不好。这样你还嫌不够好？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才决定今天重拍。抢功劳你还嫌不够漂亮，分明是看妹不顺眼吧？为了让喜欢我、支持我的人看到质感最好的 MV， 损失一点钱，值得的。那啊，谢谢。独家价应该可以了吧？我们还要继续拍摄，谢谢你，谢谢。啊，走吧。啊，方子浩，我想跟你拍照，可以吗？我记得你了，下次补拍好吗？今天压力比较大。谢谢。方嫂，你撒谎！哎，为什么不老实告诉记者，那个你觉得不怎么漂亮的鸡圈版是替身帮你做的？那些记者并不在意我有没有撒谎，他们嗜血，我的工作就是喂饱他们。听不懂啦！你不是艺人，当然听不懂。借过。你吃错药啊？没事啊，我去换衣服。哦，听说方子浩今天清点的女主角是你马子啊？对啊。哦，那以后方子浩不是要尊称你一声表哥了吗？表哥？什么表哥啊？表哥？他不知道，你不要闹他。哦，我是说，那以后方子浩把你马子，你不怕？方子浩，他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啊，对对对。这是我们导演。导演你好。导演，这是我们这次 MV 的女主角。啊，你好你好，要麻烦你了。不会。啊，化妆区在那边，你们快过去。你是干嘛？不叫把衬扣子全扣上吗？哎，到底好了没啊？就跟你说快好了嘛。谢谢小姐，这边请。浩哥，谢小姐来了。加班。哎，不要乱动好不好？这么紧张，待会怎么上戏？因为你一直看我，我不知道我哪里不对，所以才很紧张。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在看你的穿着，我没看过像你穿的这么简单的模特儿。对不起。很漂亮。我的朋友叫我这么穿的。男朋友，星野真，中日混血，165公分，45公斤，三围32、23、34，18岁开始当模特儿，到现在已经7年了。除了拍过3支不怎么有印象的电视广告，还没有任何值得推荐的代表作。没有代表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完全不懂得把握机会。第一次见到方子浩，居然大方承认自己有男朋友，等于是把机会放在你手上，而你却不知道那叫做机会。我原谅你，
这至少表示你比较纯真。今天我们要演的是情侣，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我要你忘掉你的男朋友，我要你的眼里、你的心里都只有我。再一个，下，咔，再一个，散，咔。你的七圈半呢？要不要休息一下再拍啊？导演，不好意思，我去上洗手间，回来保证一尾活龙。去去去去去。我要找书画。找书画？啊，你不是要教我化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空啦？好了好了，等我有空我再跟你说。你先告诉我书画在哪里。书画应该在那边。好啊，对了，等一下我开始演的时候，你帮我拍照。哦，好啊好啊，谢谢哦。彤彤，他跑来找书画干嘛？到底培养感情要培养到什么时候才能说话、啊？怎么每次遇到对胃口的少爷就来这一套？不会吧？听说今天这个女的是方子浩那个替身的女朋友，少爷不至于胃口好到这种程度吧？哎，难说哦。还有，别人碗里的总是比较好吃嘛。茶。谢谢。穿帮了。请问一下书画的人。好好。不在哦。要不然、你说是吧。没关系，我自己来。我帮你。好，谢谢爸爸。小胖，没有看到书画的人呢。书画。今天没发歌迷会，你来干嘛？不是你那个助理打电话给我。我错了。混蛋！这可不得了！哎，你干嘛？要路人啊！力哥，救命啊！力，车子要被砸了，快来救他！快点救命啊！打死人了，救命啊！哎，走，死干吗？好，起来，跑吧！不要跑，快上来，敢不敢？哎，起来！起来是为了要报复，才用那个什么幽灵女配角当幌子，想糊弄我到现场。你大早就跟我单挑啊，干嘛打我最心爱的老公？从你打方子浩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你等着慢慢享受被追杀的滋味吧。得罪世子叫做方子浩的追随者，杀无赦。盛家，这 C 停车。盛家，停车。
信佳！哎，兄弟，这时候没有，搞什么东西啊？不用了，等医生在这里。谢医生，赶快用你的爱急救我。只要信佳你不生气，不管多危险，我都值得。干嘛哭啊？你忘了？我是替身演员，哎，这对我来说小 case 啊。走，我送你回家。嗯。前四小节 ，play。这个弦乐伴奏太弱，再加两个小提琴。还加？是演唱会乐团的预算已经超支了。子浩，粉丝来看演唱会的目的是因为你，小提琴多还少，哪有差别呢？可以更好，你为什么不做？找不找？找，你要我找，我怎么会不找呢？子浩，那个替身真的打伤你，对不对？我们让他医院先去检查一下。不用了，没事。力哥，彤彤刚好在现场拍到替身真人的影片，已经传过来了，还拍得很清楚。来，我看。没什么好看的。我打算拿这个影片当证据，我要请律师去告那个替身伤害。没有方子浩，去告一只怕人抢地盘的发情公猫。我没有兴趣替他打知名度啊。
哎，老师，到我家来摆什么谱？搞那么大阵仗？没有老师好，好，老师不欢迎你们，去车上等我。哎，不是，你没礼貌哎！我什么时候说不欢迎他们了啊？你呀、啊，不把人当人看，你小心以后被人家反咬一口。不可能，电影的事，他们不需要知道。你脸上伤怎么回事啊？不小心撞到的。哎，对了，吴国亮的电影谈的怎么样？选定我当男主角了吗？哎。你方子浩也没想象中红嘛啊，他还是坚持要你去试镜。他要我试镜？吴国亮说啊，好莱坞再大咖的演员要演一个好角色都得要真试 audition，OK？、Okay? 哎，他说演戏跟唱歌啊根本是两码子事。我听说他那部电影接班还需要拍摄资金，我投资他。投资？他要是愿意接受附带条件的变相投资啊，那些钱够他拍三部戏了。我从小看吴国梁的电影长大，他太厉害了。我进演艺圈最大的梦想就是跟他拍一部黑道电影。我的志愿是当大明星，我将来一定会演黄飞鸿，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哈啊！哎，弟弟，弟弟，你没事吧？这就是你说要拍续集的我的志愿啊。很多人小时候啊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当个明星，长大以后能够实现的不知道有几个人。我这部影片就在探讨这个人生的转折。子浩啊，你是够幸运的，要惜福。嗯，老师啊，幸运是不会永远跟着同一个人的，所以当我还是 somebody，我就会用 somebody 的优势去争取所有的机会。谢谢老师。哈，1982年的老贝，我要演吴国亮的电影，演他的儿子，你负责想办法。以前孔子就有说过了嘛，只要有老费，弟子有事，师长负其劳。怎么做？说清楚。我负责帮你搞定全台第一把交椅的表演老师，帮你开的速成班，然后让你在吴国梁的试镜会上大放异彩，可以了吧？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胡思乱想。可是所有人都要我小心方子浩，说他对女生杀无赦，搞得我紧张兮兮的。当然跟进了。现在全天下都知道我是孙房的女朋友了，你不用担心了。对不起，一冲动就搞砸你的工作。反正听你现在又不是只有方子豪一个歌手，我负责补偿你，帮你找另外一个工作机会，包在我身上。你不是说不会那么吵的人吗？妈，你怎么这么早回来？感冒了，声音哑成这个样子能唱吗？只好请假回来了。是不是嫌我打扰你们小两口了？阿姨，这是你家哎，是我来打扰啊。先讲，妈妈饿了，把稀饭热一热哈。好，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做那个露不了脸的替身呢？嗯，看那倒霉样子就知道。可你说我们家信家什么时候能够转运，跟穷酸 say 拜拜呢？人家信讲最喜欢手表了，可是喜欢有什么用？只能看杂志干过瘾。哦，好，我会买给他。
有这个心啊，真感人。可是有心无力还真气人。啊，为了信奖，我希望你早日中乐透。没吃东西啊！我不饿，你妈生病，你陪她。喂。方子浩，方子浩，我报男友气消了没？他没事，谢谢你关心。是我们对你不好意思。不错嘛，还是我们嘛。啊，你今天表现得很好，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当我 MV 的女主角。不过要是你男朋友反对，我也不勉强你。我应该可以。那就好，我的经纪人会跟你联络安排通告时间。晚安。晚安。信奖，是这个歌星方子浩吗？他要我继续拍他的 MV， 本来也被换掉了。我看报道说他对女人出手超大方的。哎呦，信奖，你怎么没告诉我呢？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好好把握，错过这个还不知道有没有下一个呢。就只是拍片工作嘛，想那么多干嘛？我哪有想多，我是怕自己想少了。哪天去拍呀？明天。明天啊，明天啊，我得帮你找件像样的衣服。哎，妈妈稀饭呢？哎呀，谁要吃稀饭？我以后每天都要吃鱼翅捞饭。走。老板娘。一个麦香鸡肉堡，一杯冰拿铁。好，稍等。哎，你最近有没有看到网络上面我放着要被打的影片？啊，是那个，有啊，我姐看到动手打的，超帅。啊，哎，真的是他耶，好帅哦。这个网络上流出的影片，就是你上他了。同学，你是说他吗？他是我朋友。最好是不相信，那跟他的合照。哎，真的哎，我认识他呀，他也好可爱呀。今天第一天上班，快！谁呀？我要上班呢。谁？你看家族网站了吗？怎么这样？怎么啦？是不是被斩首示众啊？罪本附照片。我就知道，上帝是站在公平正义这一方的。串联寻找那个动作明星是谁？家族姐妹们，快给我这个神秘帅哥的基本资料。我猜是公司要推出新人的宣传招数，干嘛卖关子？快公布，我迫不及待要认识他。加一。哪来加这么多一啊？什么？他出拳好帅，好想被他保护。啊，这是怎么了？好，哇，招到位啊！
不愧是我们南派红船的船人啊，都是阿公教的好。妈，我讲啊，如果唔系当时你阿爸攞咗啲证件唔俾我喺香港拍戏，哎，如果唔系，几时轮到你小龙啊？哎，这样讲偶像太过分啦，太过分了！我跟你说啊，我过去是香港的擂台美舞啊，我都是拿奖的哦。哎，不信你看看啊，哎，来你看，来，这个伤口，哇！哇杀气！哎，你们俩父子的事，你们解决了。是方子浩被打哎、欸，打人的是谁啊？比方子浩还帅、欸，真的很 man 哎、欸！到底是谁啊？超帅！打开来看看，快快快！哎、欸，今天报头条是方子浩被打哎、欸，真的很 man 哎、欸！对啊对啊，可是打方子浩那个比较帅哎、欸！对啊，而且他好像演过什么戏剧，好像某个明星哦、喔。对、啊，我想认识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啊、上星期。才在这里跟你干爷爷发过誓，说你绝不再去当武行替身。我没有当啊，我那是预探班呢、欸。没有，报纸都登出来了，还说没有？自己问，看关老爷怎么惩罚你。爸，关老爷说他支持我。而且还叫原谅我哎！原谅你？只有叫你习武防身，不是用来打人。请问谁啊？干爹，你看地上脏，快起来，切切切！不是说你啊。帮你找了助理，今天报道。跪在地上的是你的经理。哎，快点进去，出去，出去，出去。子浩，记者在外面等很久了。子浩，子浩。经纪人的想法是认为方子浩应该要为一个小武行替身去跟记者陪笑脸，总得给他们一个说法嘛，媒体关系总得维持啊，凡事都得一人亲上火线，你们这么多人都是我收藏的兵马俑啊。小胖，你说事情为什么变这样，说啊。那个影片是彤彤拍到的，他泼上去一定想替浩哥出气，只是没想到，他自己一定也没想到。而且我们昨天晚上就想让你看那个影片，是你叫我们都不要看的。我好像说过我没有兴趣替他打知名度，你有听进去吗？子浩，网络传播速度这么快，范围这么广，就算是神仙出马也没办法。我不想听你废话。小胖，马上去把影片撤下来，还有打电话给于幼童。浩哥，你不要骂他，彤彤是一番好意，他是最死忠的。你认为我会随便骂人吗？小胖，废话那么多。
打电话。啊，力哥，那些记者你负责搞定。这样，子豪，又是我。当然是我。我去银行开会，公司好好看着。是那三把网龙头泼在我手上。喂，九人四号家族会长幼童小姐吗？我是啊。我是小胖的助理，上次派遍现场状况，所以没有通知你。你要通知什么？应该是我叫警察来抓你这个诈骗集团的首脑吧？敢用方子号来骗我，你真的很小人哎、欸！我小人？哎、欸，你装老太婆骗我的钱，还害我被当内衣大盗被抓走，你才小人吧？我警告你，不可以再对我的方子号怎么样？还警告我嘞？我跟你讲啊，去打听一下，上次跟我说这话的人像是什么样子啊？妈呀，我该不是自投罗网了吧？这世界怎么这么小啊？干嘛？瞎说不出话来、啊？喂，喂，挂我电话，是不是倒霉意思？没关系，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上次警告我那个人，在医院住了两个月都还没出院呢、啊。就这样吓死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这样待下去，迟早会穿帮的。我还是先溜好了。干爹，你怎么回来了？银行经理临时取消开会啊！不行啊！你在公司拿着包包干什么？我就……我习惯。什么惯习惯呢？又不是要跑路。包包放回去，帮我泡杯茶。那是 MV 的武打内容在排练，害大家虚惊一场了啊！现在没事了。各位都知道啊，子浩从来不回复八卦问题的，所以各位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好不好？可是、啊、我们听说是关于感情纠纷诶。没有，各位每天都跟纠察队一样跟着子浩，有拍到他什么新恋情吗？没有嘛。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啊，各位都是智者，是不是？ Hello， 各位大哥大姐，大家好，我要慎重的跟大家介绍方子浩钦点的 MV 女主角，演艺界的明日之星，星野真小姐。星野小姐，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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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星野小姐，星野小姐，你不要这样，我趁这时候不能什么时候。谢谢小姐看起来更是有清醒的派头啊！还有你这才眼光，伯母，我们家心爷，伯母，阿姨，我带你到外面去休息，好不好？不要留在这里休息了，外面蚊子太多了啦。不是，阿姨，这里是艺人专属休息室，好不好？我请你喝咖啡，好不好？我不要喝咖啡了，外面有没有冷气？好不好？热的，哎呦！外面记者很多，没有被吓到吧？记者还好，被我妈吓到是真的。不好意思，我妈就是那样子。既然知道她就是那样，自己心情不要受到影响就好了。昨天晚上确定今天会拍，我请造型师重新帮你设计了另外一套衣服。一个晚上做出来，怎么可能？
我想做的事没有不可能。他是忘了戴隐形眼镜，是真的认不出我，还是准备用更大的阴谋来弄我？喂，小琪，你把你家地址给我好不好？哎，你先不要问为什么了，我再告诉你。台北市信义路6段。喂，是当兵啊？这么严肃干嘛？你手机几号？电话，我写给你。名字？经理，你叫我统统就可以了。统统，大统统。哎，对，对，大同的同。喂，报脖子好吗？我马哲电话打一个早上都打不通，我想可能他今天跟我不来电。还是想试探我的电话？我用公司电话打。喂，我是方子浩。好，我等一下就到，谢谢啊。是那个方子浩。我早上在送羊奶。那个方子浩是我的客户之一，我早上为了赶来报道，我忘记送他们家了，他叫我补送啦。他少喝一天羊奶会死啊！先打电话。哦。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听，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Please try again.有人拜托我把这个交给星妍小姐。哦，好。好看吗？你的肩颈线条特别漂亮，我请设计师呢帮你设计，要凸显你的优点，用这个颜色更能衬托出你的气质。你很体贴，以前我都以为你是高不可攀、超级骄傲的人。每个人都有很多面，我不需要每一面都被人看见。上天给我机会，在那一天一瞬间照亮你的脸，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你会是那个我的谁。半夜3点，寂寞若隐若现，有了你在我身边，将孤单统统消灭。我的手你可要牢牢地牵，因为我们即将起飞。身边，我一点都不累，自信。
心还大大加倍。有我在你身边，把悲伤化成喜悦，让梦想全都实现。